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大乘无量寿经》，请大家看经本第四品。今天朝早呢，我们讲到法藏比丘行愿精进，我们将这段经文再读一下。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者。好，这个是讲到法藏比丘他发起无上菩提心，又能够有普贤行来庄严这个菩提的大愿。在净宗净土法门里面讲呢，就是深信切愿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就是殊胜的行愿。因为能够以深信愿念佛，即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念佛时即是成佛时。所以这个法门的殊胜是不可思议。其他的法门比起净土法门来讲，净土法门是圆顿的大法，圆就是圆满，顿就是顿超。所有的法门目标就是成佛，但是净土法门是帮你圆满的成佛，立即成佛，顿时超过声闻缘觉菩萨种种的这些阶段，即是叫做一步就登到如来果地。念佛的时候即是成佛的时候。下面又讲及念慧力，念和慧是五根五力里面的其中两种。我们读《阿弥陀经》可能比较熟悉，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个讲的五根五力呢，是信、尽、念、定、慧。信就是你的信心，信根、信力，有根才有力。好像一棵树，它的根越深呢，它就能够抵抗大风雨的摧毁，它可以如如不动，所以个根很重要。咁进是精进，念是正念，定是禅定，慧是智慧，信、进、念、定、慧，这个五条又是根又是力，所以叫五根五力。五根是基础，通过你的修持，这个
根能够得到增长，就产生呢种力量啊。所以五力啊，系喺五根嘅基础上成就。咁喺五根五力里边咧，念同慧啊呢两条系最重要啊。所以经文用念慧力来代表五力，有念和慧呢，那么五力都具足了。那什么叫念力呢？牛益大师在《阿弥陀经要解》里说，念根增长，成就一切出世正念功德。亦即是说，我们有正念，而这个正念不断地增长的时候，可以消除邪念，能够增长功德。那什么是正念，什么是邪念呢？我们的念头这么多，首先我们要分出正邪啊，保持我们的正念，去除邪念，这叫修行啊。那一般的标准比较低一点的呢，我们讲话同五戒十善相应的这个念头啊，就叫正念了啊。邪念就是呢相反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些念头啊，同五戒十善为背。但是这个标准呢，只是人天的标准啊，它不是讲出三戒，更加不是讲成佛道。所以讲到究竟啊，最高的这个正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清净心啊，也就是说一个念头都没有啊，清净心。有念皆邪啊，有念就不是正念，无念了才是正念。咁我哋话，如果无念啊，咩嘢都冇谂，咁好似个石头一样啊，好似石头一样，亦都系邪念。呢个系咩？无明啊！佢呢个无念啊，唔系讲话个内心好似石头一样啊，处于无明黑暗之中啊，咩嘢都冇反应，唔系。佢系自性啊。见闻觉知好灵，佢唔会话好钝啊。宇宙任何嘅众生有感，佢就有反应，同一切众生啊感应道交。呢、这个念先系正念啊。咁呢个当然我哋做唔到，呢、这个就成佛啦。但系咧，我哋能够做嘅啊，作为凡夫嘅境界，能够近似佛嗰种正念，唯有系念佛啊。所以念佛亦系叫正念。大势至菩萨讲俾我哋听。都涉六根，正念相继啊，将你个六根收翻嚟。正念就系呢句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咁念落去，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咁样就系正念。呢、这个我哋凡夫能够做得到啊。所以
要保持我哋随时随地啊，呢句佛号唔好忘记。一忘记嘅时候，就堕入邪念啦，就喺度造业啦。啊，中风觉师喺三时系念嘅呢个法本里边开始，话虽如背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即系话你呢当下你忘记咗阿弥陀佛啦，同念佛嘅心相背离，你呢一刹那就喺度做紧业，做咩业啊？做轮回业啊！你系醒个人就喺六道轮回里边啦。啊，你念佛嘅时候，你就系成佛嘅时候；唔念佛嘅时候，就系凡夫做六道轮回嘅业。啊，所以正念同邪念啊，就从呢度分就得啦。所以我哋随时都要保持正念啊，呢个系功夫啊，我哋要努力啊。啊，下手处就系老老实实呢句佛号要念落去。印光大师教我哋十念法，啊，以十句为一单位。啊，你可以用三句、三句、四句咁样嘅节奏。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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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句一个单位，然后重新再来十句，自己心里边好清楚，啊，口里边念得清清楚楚，耳仔听得清清楚楚，心里边计数计得清清楚楚，唔会乱。这个时候就是正念。啊，念下念下呢，就在这里想东西了，打妄想了，邪念。口在这里念，心里面还是邪念。啊，所以正念的功德，啊，要去增长。你能够这样念下去啊，念个三个月，你念成习惯了，就能够得三昧。念佛成就是最快速的，啊，只要你真干，啊，你用三个月时间搏命念，你能够做到。啊，古人用七日黑期取证，啊，所以打佛七，啊，因为平时干扰很多，啊，你要生活，你要做事啊，你要照顾家庭，啊，好多啲咁嘅琐事缠身，嗱，啊，你好难集中精神。如果有一个佛七，啊，一到七日，万缘放下，啊，咩事都唔理啦，我专心念呢句佛号，黑期取证啊，七日就可以成功，你就能够念到三昧。有三昧的功夫，你真正想往生，你一定可以去。啊，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只要你用七日的时间，啊，七日是最多的了，可能不用，啊，约一日就得。一日唔得，约二日，二日又得，啊，唔得就三日啦，啊，最差嘅七日，你可以做到。你话有边个法门比呢个法门仲快速嘅？七日成就，正念啊，保持七日就得啦。保持七日，讲俾你听，你唔会间断。啊，你问话，我七日成就咗正念，我佛七之后，我又会唔会堕入邪念啊？又忘记念佛啦？话俾你听，你只要得到三昧啦，你永远唔会失去。啊，你个心里边嘅念佛念成习惯，就好似你呼吸一样，
你瞓着咗仲喺度呼吸，讲说话仲系呼吸，做嘢又系呼吸，你个呼吸唔会间断，一直到你死先间断，先断嘅。念佛又系，如果念到好似你呼吸一样咁习惯咗啦，我只要有呼吸嘅时候，佢就有佛号，一直到断就系往生极乐世界，可以做到啊！啊，唔系做唔到。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很长。什么准备工作啊？学经教。因为为什么呢？如果经教学得不深入，你放不下。不要以为我现在都放得下了，得把口而已。真是事情来的时候，你就反应，你就看出来你有没有放得下。你仲有贪嗔痴慢，仲有怀疑，仲有自私自利，啊，仲有呢啲情执，啊，仲有贪爱，仲有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你未放下嘛？咁就要通过学经教，将呢啲先要洗净，将你个心洗净啦，佛号注入嚟。就能够得到三昧。那个七日是什么呢？最后冲刺阶段。现在我们是做准备功夫。所以初学的人一定要多听经。听到你自己，你会有一种感受。对于这个娑婆世界，任何的这些事物都没有任何的兴趣了。所谓厌离娑婆，因求极乐，对于极乐世界心心念念向往，真正生起这种心了，你可以打个佛尘，如果有因缘，道场里面举行佛尘，你可以打佛尘，没有因缘在家里自己念又得，亦不一定要七日，你先拿一日，一个礼拜，我礼拜日拿一日出来，你家里不方便，可以在黎元明寺，约一日嘛。我一日当中万缘放下，去念佛，慢慢训练，一日不得，下次再找个时间再来一日，再找个时间再来一日，慢慢积累，慢慢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你就会突破。一旦突破了，你得到了念佛三昧了，恭喜你了。你就是成为阿惟越致菩萨了。你不退转了。你就必定往生了。所以念力好重要，威力有益大师讲话，能遮止一切的烦恼，能够生起真实的智慧，这个就是威力。最重要要断的烦恼是什么呢？见思烦恼。在六道里面，我们都有见思烦恼。见烦恼就是我们的见解错误，我们说价值观错了，人生观错了，世界观错了，通过学佛纠正过来，通过经教的学习纠正过来。思烦恼是什么呢？我们思想上的这些错误概括起来，贪、嗔、痴、慢、疑，这个五毒烦恼，要把它洗清洗干净，这五种烦恼现在都非常之严重，整个世间可谓五毒俱全，贪、嗔、痴、慢、疑。
咁喺学净土宗嘅同修嚟讲，最重要放下嘅系怀疑，因为呢个法门系难信之法。你对呢个法门有怀疑，咁佛都救唔到你。佛能够接引你往生，系因为你具足信愿。首先一个信，信是毫不怀疑，有真信你才能够有真愿，你信都不是很信的，你发愿就发不起来。所以这个经教的学习比什么都重要，要重视。净土宗不是说得句佛号就可以了，一句佛号念到底是什么人啊？经教都通了，什么怀疑都没有了。对于这个娑婆世界一些留恋都没有了，就是我刚才讲的，他拿七日里面来黑旗他取证，这样就可以。我们现在还有疑惑不行的，就要将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疑惑全部清除乾淨，咁你先可以。咁至於話念佛嘅佛號啊，我睇到同修有個問題，係眯埋眼念佛號咧，定係擘大眼念佛號咧？定係念咩方式？係用音樂唱住咁念咧？四字四音啊，或者四字五音念咧？定還是好似用淨空老法師嗰種最慢版嘅？阿弥陀佛咁样念啊，其实用咩方式都可以，只要你内心里边有佛就得。你问呢个问题，说明你嘅经教仲唔够深入。这个唔系关键问题，往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关键不是看你是怎样的念法，眯埋眼念定擘大眼念，那些不要紧，都可以嘛。关键是你是真信切愿往生极乐世界啊，你不念出声都无所谓啊，你心里面真有佛嘛。所以不要在这些形式上去生很多的这些想法。那些就隨緣，你自己喜歡怎樣念就怎樣念。當然如果在一個道場裡面大家共修呢，那就需要有一種佛號，統領大家，就不要 亂七八糟，這個是道場一個整齊的需要。至於你自己在家裡念，你平時搭車啊，上落班行路啊，煮飯啊，洗衣服啊，你嗰時候中意點練就點練，都可以。係關鍵嘅問題，我哋要搞清楚，就係呢個信願好緊要。咁呢度講嘅念慧。那個智慧啊，除了斷見思煩惱以外，還包括斷塵沙煩惱。斷了見思煩惱就是阿羅漢，斷了塵沙煩惱就是菩薩。斷了塵沙之後呢，還要斷無明煩惱。煩惱就斷盡了，這樣就成佛了。所以這裡講的念慧力是講法藏菩薩他的境界很高，至少是斷了見思、塵沙兩種煩惱。所以用念慧的力量增上其心，增上就是帮助增长，就好像我们有一粒种子，现在种落个地下，有土壤，
又加上施肥、淋水啊，种种嘅条件嚟辅助佢，呢、这个种子就好快发芽啊，长大啊。咁呢啲条件咧，就喺呢度讲嘅，呢、这个念慧力啊，佢嘅修行。种子系咩啊？菩提心啊，菩提心系成佛嘅种子。你有了菩提心了，跟着必定能够成佛。但几时能成佛呢？看你的修行。法藏比丘在这里非常了不起。他有纯正的大菩提心，又有无上殊胜的这些修持，念慧力，增上他的菩提心。坚固不动，这个坚是坚定，固是坚固，那个即是稳固，不动摇。这里讲法藏比丘的信解行愿，及念力慧力都十分之坚固，不可动摇。一切的境界都不能够诱惑摧毁他的行愿，犹如金刚一样，非常之坚利，能够破一切的烦恼，而不为一切所破坏。所以金刚经里面讲话，不取相如不动，点先能够做到如如不动啊？你不动摇啊？唯有系不取相你取相就一定会动摇咁点先能够不取相呢？你知道一切相系假嘅，唔系真完全就系梦幻。眼前的所有的这些人事物是念头变现出来的，好像人做梦一样人在做梦的梦境里面，他不知道梦境是假的所以他取相在梦里面见到一只老虎来追他，哇，吓到整身飙冷汗，搏命地逃跑他动了，为什么会动啊？取相嘛。以为这只老虎是真的。以为这个境界是实有的。所以你就会动。如果你知道这个是做梦，这只老虎是假的，我身体也是假的，即使被这只老虎吃了都无所谓，都是假的。你明白了，你就如如不动了。所以这个要金刚波野的智慧金刚波野就是看得破放得下这个是真实智慧，真实的功夫我们要去修学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这里谈论2012年12月21号差不多要到了，剩下就是两个零月咋到时万一有灾难我怎么算好害怕就要去找哪里最安全我告诉你听哪里最安全极乐世界最安全极乐世界任何灾难都没有要避难去极乐世界避难所以阿弥陀佛要念如果你真正看破，知道这个世间完全就是一场梦，再难来和不来无所谓你不会受它的影响，通通是假的嘛，来又是假的，不来又是假的
咁你就放得下。所以首先要咁样去啊，作呢个观念，要求自己啊，要肯放下啊，肯放下咩咧？唔再谂佢啦，要谂就谂阿弥陀佛，其他乜嘢都唔谂啊。因缘到嘅时候，你就能见佛啊。万一真系有灾难，阿弥陀佛一定现前，唔需要担心，唔需要害怕，人物总系有个寿命，该走嘅时候就走嘛，一啲留恋都冇，你念阿弥陀佛，到你临终嗰一刻，即使系你危难当中，你不忘记佛号，阿弥陀佛一定会现前。这边的身体受磨难的时候，那个神识已经去了极乐世界。人生无常，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我们不知道几时可能就要离开世间，所以随时随地要放下，随时随地能够提得起佛号。今天我听闻，我们曾经来听经的一个同修，在最近的这个香港这个海难上面丧生，这件事也都是很惊动，惊动整个香港，好像是十月几多号，是作为一号，作为一个哀悼日，是吗？海难是十月一号，四号是哀悼日，所以你看这些就是给我们的警惕。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经，不知道我们几时可能就要离开，所以每一刻我们都要珍惜。今天你能够听明白了，你能够念佛求生净土，你就没有白来。真正遇到灾难，念阿弥陀佛一定可以往生。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位同修有没有真正把经听明白，在这个危难当中他有没有真正念佛，现在还是在七日当中，我们呢念佛为他回向，我们的讲经的功德也都为他回向，为所有死难的这些同胞来回向，相信他们一定得到利益。那他们现在在中阴身里面，即是还没投胎之前，一般来讲49日内会投胎，未投胎的如果有缘来听到经的，他能够明白了，这个都是他过去有这种基础，一听他就醒起，是的，我为什么忘记念阿弥陀佛呢？中阴身里面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往生，所以现在种的善根就很重要，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就要加紧念佛。人生无常，我们此这个自始至终都要将这个生死提在个心上，要了生死。印光大师当年将一个死字挂在额头上，为我们做这个誓言，修道之人念念不忘这个死字，道业成就就快。咁法藏比丘呢度讲话，修行精进无能于者，精系专精，佢修佢唔系杂修，修一个法门，一门深入，这个专精。
我哋话精进啊，你专你先能够进步啊，学一门进步就快。如果你学嘅门数太多啦，啊，咩经都想听下，啊，乜嘢法门都想学下，啊，今日咧持下咒，听日咧参下禅，啊，过两日又睇见啊，人哋啊呢个持戒好好喎，好羡慕人持戒，啊，我亦大师话头头不清啊，账账不明啊，啊，自己啊心里边冇主宰。咁就好难有成就，心都唔定啊嘛。啊，戒定慧啊，你有定你先能够开智慧，智慧系从定嚟嘅，唔系话学嘢学得多先嚟。学嘢学得多系增长知识，唔系增长智慧。啊，你知识好丰富，你可以成为一个好有名嘅佛学家。啊！大家好尊重你啊！你系一个佛学大词典啊，乜嘢都识，但系有咩用呢？到生死关头啊，就系、是、该点样轮回就系点样轮回啊！啊，根本了唔到生死，所以专你就得定啊，你就得三昧，容易得到。啊，所以法藏比丘呢度修行啊，精进啊，专精，所以进步就快，精而不杂啊，呢个好紧要。我哋睇到依家好多学佛嘅人，唔系话佢唔用功啊，其实好用功啊，修得好辛苦，但系点解冇成就呢？问题就出喺佢杂修啊，乜嘢都学，最后乜嘢都学唔成。不如你学一门啊，一门啊，落功夫，好似净土法门，真系你睇下净土圣贤录里边，发心念佛嘅，一般嚟讲3年就成就，就自在往生啊。所以专精啊，成功嘅关键。咁呢个确实系唔容易，要有大善根、大福德嘅人，佢先能够接受。啊，我自己咧算系好幸运，啊，跟随一位老师20年，亲近善知识，啊，净空老法师讲嘅经好多，啊，我咧跟住佢听经又听得好多，啊。基本上佢讲嘅经我都听到听过啊，虽然话跟一个老师啊，呢、这个系所谓师承啊，系好紧要，但系啊，跟一个老师都要专精啊，唔系话老师讲嘅乜嘢都要学噶。释迦牟尼佛49年讲咗咁多法门，84000法门，你84000法门都学啊？啊，未学完你就寿命到啦，唔得噶。你自己选择一个法门啊，所以唔容易。我系听经听咗20年啦，前面10年啊，我系在家有工作啊，有学业有工作，所以听录音带啊，听光碟啊。第二个10年咧，系亲近佢老人家喺佢身边听啊，20年啦。最后我先彻底叫做明白，要一门深入啦，啊！所以出家之后选定《无量寿经》，唔再换题目啦。啊，师傅啊，你讲咩经都好啦，我就听《无量寿经》，我就学《无量寿经》，我一门深入，长时分修。点解啊？我要成就啊！我唔可以再耽误20年啦。再耽误20年，我60岁啦。啊，有冇20年都唔知啊！啊，随时可以走噶，呢个灾难随时可以嚟啊！所以啊，要揸紧时间。
咁我选无量寿经，亦系因为啊，学咗咁耐，我就明白啦。无量寿经啊，系如来正说第一经，呢、这个古德讲。啊，呢、这个法门系啊，最快速、啊、最究竟、最方便嘅法门，对我哋末法时嘅众生啊，系最需要的。最容易收，原来我对《花严经》非常感兴趣。啊，师父亦啊净空老法师啊，亦都啊鼓励我将来讲《花严经》。啊，佢系佢老人家讲《花严经》，啊讲咗四千几个钟头，十几年讲咗，啊讲咗大概四分一未讲完。啊啊，我自己感觉老人家慈悲。啊！佢系为我讲啊，咁因为我当时我学好想学《花严经》啊，啊，所以老人家要讲啊。后屘我同老人家讲话，师傅，我唔想学《花严经》啦，因为我觉得《花严经》啊太高啊，我嘅根性唔够啊。人哋发生大事就学《花严经》好好。啊、第二个呢大心凡夫是真正发了菩提心的大心凡夫、啊、我呢是凡夫但是未有发大心、啊、我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先、啊、所以我就想学无量寿经、嗯、结果呢我发了心之后呢 没想到老法师亦都将花严经停讲讲无量寿经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和师父的这种、信念、啊、应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啊、不是说师父是为他说的不是为我说的、啊、那你就什么都学不到了、啊、即下承当师父是对我说他所有经教为我一个人说的那你就成就、啊、包括读经释迦牟尼佛读讲这部经为谁说的不是为人家说的不是为阿难尊者讲的是为我讲。直下承当你先有受用。啊、但是这个亦都是感应、啊。所以我学无量寿经了师父老人家就他说他以后亦是无量寿经专修专闻、啊。一年讲一部活十年就讲十部。啊、为我们做榜样。一门深入啊！啊，真正一经通，一切经通。因为经都是佛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你从一个法门入去，通到自性啦，乜嘢经都通啦，唔使学都通啦。好似六祖慧能大师，佢唔识字嘅，冇文化的。啊、你睇下、啊，得到咗五祖嘅衣钵之后，出嚟遇到一位无尽藏比丘尼，啊，佢系学《涅槃经》嘅，《大涅槃经》。结果咧，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听佢读呢个《涅槃经》，听完之后同佢讲，啊，《涅槃经》呢个意思，啊。无尽藏比丘尼听了之后好吃惊，哇！你乜讲得咁好啊？啊，边个教你噶？啊，然后拿住《涅槃经》嚟请教慧能大师，他说我不识字，你不使俾我睇。啊，你不识字怎么讲得咁好啊？他说这个同识唔识字冇咩关系。嗱、啊，你明心见性啦，这个经。如来的真实意你全部明白了、啊、你通晒了、啊、所以精进很重要、啊、一门深入、啊、最后你能够通到自性。我们就看下面经文，往毅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其他赞佛，
法廣大願，眾若。好，先睇呢一句。法藏比丘呢個時候到世間自在王如來嗰度向佛頂禮，向佛長跪頂禮，是雙手啊反掌接佛足啊，呢個係啊佛門裏邊啊最尊敬的禮儀啊，用自己最高的頭頂禮佛最低的足啊腳，呢個係表示啊對佛的嗰種崇敬啊，呢個係一個弟子對老師應有的心態，至誠恭敬的心。如果你沒有那種至誠恭敬的心，即使老師再高明，我們都學不到東西。障礙在哪裡呢？是自己的傲慢。這個傲慢就將自己的智慧擋住了。就不是一个法器。什么叫法器啊？你对老师有至诚恭敬心就是法器。即使你原来的习气很重不紧要，你可以改到，老师可以帮助你。在密宗里面非常注重这一点。弟子对老师啊，对上司啊，那种至诚恭敬。將上司即是自己的根本老師看成是佛，這個是正確的。為什麼呢？如果沒有這種至誠恭敬心，老師很難傳法給他。師徒之間他有這種默契，這種相應，你才可以得法。如果是真正好的弟子，老师见到他之后不一定对他客气，不会给他好脸色好面色看。好像密宗里面有一位很有名的尊者叫做密勒日巴，是吧？密勒日巴尊者，他是一个文化 很低一个人，而且曾经年轻的时候做了很重的恶业，学了一些咒术来报仇，将自己的那个叔咒死，因为他的叔侵害他的母亲，将他的家产全部占有，所以他妈妈就叫他学这种咒术将他的叔和他的家人全部都咒死了，这个杀业很重。后来他学佛之后忏悔，跟着老师学，当时他的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上师，很有修行，对密勒日巴尊者呢的态度是非常不好，见到他就骂折磨他，甚至在所有的人面前都讲他不好。但是这位密勒日巴尊者呢，自始至终对自己的老师保持他的至诚恭敬心，怎么骂他都不离开。我们说他面皮很厚，学法一定要面皮厚。到最后这个老师先将法传给他，他的成就很大，有人说他就是在密教里面的慧能大师，这个很有这个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文化，两个人都是贫苦 出身，两个人对老师都是至诚恭敬。
两个人对老师对佢哋都系态度非常差六组见到五组，五组都闹佢，嗌佢落去做苦工。所以真正有根性嘅学生老师绝对唔好对佢客气。通过呢一种对佢嘅呢种磨练，就帮佢消业障，增长福报，增长智慧。点先能够增长福报、增长智慧佢嘅至诚恭敬心能够保持落去，呢个智慧福报就增长。咁对嗰啲冇根性嘅或者根性比较差嘅学生，老师咧就唔会对佢嚟磨练啦，对佢好客气。见到佢笑容满面。绝对不会得罪你，绝对不敢闹你。为什么？知道你一闹你就怨了，结怨就不好了，所以受不了的老师看到之后不闹。所以我在净空老法师跟他老人家跟了这么长时间，很多同修都看出来，就说老法师就得闹你啊？点解？其他人都冇咁闹过。我觉得好荣幸啊！能够俾老师闹老师睇得起你，老师唔闹你啊，咁就麻烦啦。咁就要点啊？自己自诚恭敬心唔够嘛？所以法藏比丘在这里为我们显现出来尊师重道顶礼长跪向佛合掌，你看这些动作你就知道他的尊师重道。即以骑他有些是练骑陀，是吗？骑陀就是什么呢？是偈的意思，偈颂，用偈颂来赞佛就好像我们中国古时候那些诗词很有韵律的用这些诗句来赞叹佛。赞佛当然是显示自己一来是对佛的恭敬仰慕，最重要的是以佛为师我要向佛学习向佛睇齐。我要见贤思齐，所以发广大的愿望，这个愿就是他的菩提心。我们看下面经文是讲他先是赞佛赞完佛了再发愿。这个一首偈是四句我们一首偈一首偈这么讲。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匿耀。好，这个第一首偈是赞佛啦，光明尚好。如来就是讲世间自在王如来。是佛的即是这个法藏比丘他的本师即是根本的老师他的善知识。微妙色端严，这个微妙就是讲的智慧，色是讲他的色相，端严呢就是端正庄严，讲如来的智慧尚好是非常之端正庄严这个微妙
佢嘅赞叹啊，系精微绝好啊，不可思议。咁一切世间无有等，佛嘅智慧、佛嘅福报、佛嘅相好啊，一切嘅世间嘅众生啊，都比唔上。冇能够找到同佢相等嘅众生，啊！所以我哋经常有听过个偈叫做十方所有我尽见啊，一切无有如佛者。这个意思都系一样，所以佛系至尊啊。光明无量照十方。是讲佛能够放无量光明普照十方的世界，所有的日月火和明珠，这个珠是摩尼宝珠，就是如意宝珠，能够放光的，即是所有的这些世间的物体的光明和佛光比起来呢，全部啊，光明都隐退了啊，就好似啊，你喺太阳底下点一支蜡烛啊，蜡烛个光显唔出嚟啊，全部系太阳光明啊，佛光啊，好似太阳光一样啊，其他嘅所有众生、所有物体嘅呢啲光明咧，全部都系隐去了。下面啊，我们再读第二首偈啊，仲系赞佛。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家各各随累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累见。这个讲佛的音声以及身上。讲如来啊，就是、世尊啊，所演说的妙法啊，在一音声之中，能够令一切有情众生啊，随他们自己本类的语言啊，能够得到理解啊，这个是佛的大神通啊。一种音声里面就包含着无边的妙用啊，这个就是花言境界啊，事事无碍啊，一即一切啊。普愿行愿品里面也是这样讲，说一切如来语清净，一言具众音声海，随诸众生意乐音，一一流佛辩才海。啊，即系随住众生嘅种类不同，你嘅语言唔同啊。你系美国人，你听到佛讲嘅英文啊。你系香港人，听个广东话啊。大陆人就听个普通话啊。潮汕人听到潮州话啊。无论系咩种类嘅语言，你自己听嘅。就是你自己的本类的语言，佛就讲出一种声，你听的各各随类解，不像我在这里讲，只能讲广东话，有些同修可能从大陆来的听不明白，我们还要有那个翻译经，有人专门翻译，所以我们在后台呢，有同修专门跟我们翻译，普通话，没办法啦。我哋啊，唔似得啊如来咁本事，人哋一音声就可以得啦，唔使翻译机嘅。啊，呢个就系佛嘅大神通，呢啲神通妙德都系自性本有嘅德能，唔系话你学翻嚟，学唔到嘅，自性具有。只要你能够见性了，这些本能就能够恢复。
所以佢呢个语言啊，包含无量嘅圣德啊，众生啊听到好欢喜啊，好乐意听，而且各个众生啊都能够破迷开悟啊，除累解啊，唔单止话系对嗰个语言听得明，系对嗰个意思亦都听得明啊。呢、这个意思咧，亦系啊包含无量义啊，你嘅根基浅，你听嘅就好浅。你的根基很深，你听得就很深啊。它无论是浅定是深啊，你自己的那个水平啊高低无所谓啊，大家在一起听，各人听的都是最啱自己的水平啊。所以这个法门里面的讲座啊，比世间学校讲的就好难，就难得多了。世间学校啊，一年级、二年级，啊，一年级的学生只能听一年级的课，啊，不可以听二年级的课，听二年级就听不明白啊，二年级呢也不可以去一年级听，觉得闷了，学过那些东西，啊，水平太低了，啊，所以分班教学，他不可以捞在一起，啊，但是佛门的讲座呢，一定要捞在一起，啊，你学佛学了几十年的，或者你啱啱嚟学佛嘅，都要喺埋一齐听，啊，咁呢个对于讲法嘅人啊，要求就高啦，佢就要用一种讲法可以个个随理解，啊，佢觉得深嘅人听嘅，佢觉得好，嗯，意思讲得好深，好有受用，浅嘅人听，呢个我都听得明啊，系咁嘅意思，啊，呢个系好唔容易。所以净空老法师同我哋啊教我哋啊学讲经啊，就系唔同喺呢度啊。我以前喺大学教书，备个课啊，备咩课就讲乜嘢，未备嘅课就唔讲嘅啊。我哋依家唔同啊，我哋依家备课要备，上台讲嗰啲唔一定系备嗰啲课啊。好似我依家讲嘅嘢，落咗台，自己头先讲乜嘢都唔记得噶啦。啊，呢个真嘅，唔系假嘅。啊，要我重新再听翻我自己观点，我觉得好奇怪。哎呀，呢个系我讲噶。啊，所以呢个系咩咧？佛力加持。啊，我哋呢个凡夫嘅身体。啊，但系咧，我哋要发呢个愿，将呢个凡夫身啊供养出嚟，啊，俾佛菩萨嚟用啊。啊，上台讲经系咩？代佛宣化，啊，代佛嚟弘扬啊呢，这个净土法门，唔系自己识讲啊，只能用咩咧？用自己嘅真诚心啊嚟求感应啊，希望啊上咗台之后讲嘅都系大家最啱听啊，契理契机。只是契理不契机不行的，讲的是对的，但是大家觉得没有兴趣，会中眼瞓，契机不契理就更不对，讲的 都是乱七八糟那些，邪魔外道讲的，契机又好听起身就好动听，但是不契理，魔说。所以又要契机又要契理，这个一定要靠佛力加持，尤其是讲净土法门，净土法门藕益大师讲话，诸佛所行境界非九界众生所能信解也，诸佛的境界连菩萨都不能信不能解，你定宏法师居然上台可以讲得出来，你咁咪好奇怪咯，呢个系完全都系佛力加持，真系凡夫啊，绝对做唔到，所以求佛力加持，唯有系用自己嘅真诚心，所以自己一定要将自私自利放下，
名闻利养要放下，啊，呢个好大嘅障碍，啊，仲有一个咩咧？傲慢心，啊，呢一点我要努力放下，因为我以前都好傲慢，啊，呢个从细到大，所谓幸运儿啊，啊，读书又读得比人叻，啊，世间又有啲成就啦，啊，所以咧不知不觉就养成傲慢习气。认为自己冇傲慢啦，我系冇傲慢啦，呢个就系傲慢。啊，所以我啲傲慢习气好重，啊，老法师又提醒我好多次，啊，我就努力喺改呢点，啊，要谦卑，啊，要想尽办法，啊，将自己谦卑落嚟。我喺精舍嗰度。我主動提出入廚房做嘢，啊！人哋話你唔使啦，你要你講經嘅大法師，仲要去廚房做咩嘢啊？啊！唔得，我要去做嘢。所以喺師傅面前，我哋就要學住做師者。啊，做師者係咩咧？確實係降服傲慢心嘅好方法。啊，老法師亦都好成就我哋。啊，一般人同佢做師者，佢唔俾。啊！我同佢做咧，佢俾我做。啊！我同佢着鞋啊，啊，按摩啊，嗰啲。我呢、這个，譬如讲老人家啊讲经，我要同老人家啊呢、這个着呢个海青啊，啊搭衣啊，搭衣我都跪喺嗰度啊，嚟奉上呢个袈裟。啊！师傅咧。就啊，呢、这个好自然咁接过嚟啊，佢亦都唔觉得咩嘢唔自然啊。呢、这个慈悲啊，帮助我嚟啊，降服自己嘅傲慢心啊。你自己啊，那个膝头哥啊，跪唔落嚟啊，依家就跪落嚟啊。喺众人面前都要跪落嚟啊。你睇人哋法藏比丘对于世间自在王如来点样做？啊！呢、这个我哋要学啊，一啲傲慢心都冇，咁你先能够成就法器啊！咁你上台先能够得到佛力加持啊！啊，就好似你个容器空嘅，啊，那个甘露水灌落嚟啊，先能够装得住。你都满晒噶啦，啊，点样灌落去都冇用啦，流晒出嚟啊！所以法器啊！是你要空了自己啊，个心要虚，虚心啊。老子讲啊，要弱其志，实其骨啊，虚其心，实其腹啊。弱其志啊，强其骨啊，虚其心，实其腹啊。将自己的志向啊，要弱落嚟，唔好咁心高气傲啊，但个骨要强。你有骨气啊，人不能有傲气啊，但有傲骨啊。傲骨系咩啊？要坚持自己嘅原则啊，你要修行，你要持戒啊，你有自己嘅原则啊。虚其心，心要虚啊，实其腹，肚里边要有学问。你唔好啊，腹中空啊，啊嗰、那个心仲好高啊。好有麻烦啊！所以呢度世尊啊，能够以一音声度不同种类嘅众生啊，就系因为世尊嘅心啊，完全空晒啊。《法严经》里面讲话，放下咗妄想执着啊，所以自性。智慧德能完全恢复，啊，唔系话世尊啊成咗佛，佢能够得到。你每个人本来就有，只要你放下妄想执着啦，你个自性嘅德能即刻就显现。又能现一妙色身。这个是讲佛
佢能够现立呢种上好庄严啊。咁佛有我哋一般讲话三身啊，所谓法身、报身、应化身啊。法身系佢嘅本体啊，就系自性啊理体，又叫一真法界。咁呢个系无相啊，唔单止系呢个眼见唔到，耳听唔到啊，连意都想唔到啊，叫做不可思议呢个境界。万法都从呢个法身啊流出嚟，报身系咧呢个地上菩萨先能够见到啊，呢个庄严的报身非常之广大啊，我哋凡夫睇唔到啊，因为眼力有限啊。你睇下阿弥陀佛呢个赞佛偈里面讲嘅，叫做呢、这个八毫婉转五须眉啊，金木澄清四大海啊，八毫啊就系讲佢嘅。嗰、那個兩眉之間嘅嗰兩條毫毛啊，捲埋一齊，可以咧轉動五座須彌山。須彌山啊，依家啊，我哋分析清楚啦，係銀河系中心嘅嗰個黑洞嘅天體啊。五座須彌山就五個銀河系喺個眉間轉動。咁你諗下個地球有幾大咧？地球係。銀河系裏面一個小小的太陽系，裏面的小小的行星啊。咁呢個地球裏面仲有一個小小的香港，我哋處喺啲小小香港小小的人物嚟睇佛嘅一條毫毛都睇唔清楚啊！啊，所以呢、這個唔係凡夫可以睇到啊。所以呢個報身啊，廣大啊，只有地上菩薩可以成得睇得到。咁应化身咧，就系喺六道里边啊，佛随一切众生种类啊而应化。呢、这个我哋可以睇得到啊，释迦牟尼佛就系应化身啊，寿命同我哋差唔多八十岁，嗰、那个身材啊，比我哋稍微高啲啊，但系同我哋差唔多。这个我哋啊能够睇到。咁呢个叫做妙色身，讲嘅系咩呢？佛所现嘅身啊，随一切众生嘅种类啊嚟现身，喺不同种类嘅众生里面就现不同嘅嗰种形体啊。喺人道咧就现人身，喺鬼道就现鬼身，畜生道就现畜生身啊。你睇下呢个，如果我哋做过放盐口呢个法事，你会见到啊，嗰、那个门口嗰度咧，动一个嗰个像啊，叫做面延大士啊，佢系边个啊？观世音菩萨，佢化现啊鬼道嘅嗰种形体啊，同个饿鬼道啊个身系一样啊，好可怕啊！佢呢个系观世音菩萨化身。佢喺鬼道一定要现呢个身啊！你唔现呢个身，嗰啲鬼啊觉得，你同我都唔一样啊，我唔侵你玩啦，就唔可以度众生啊。咁如果系佛菩萨系想要度嗰个猪咧，就要现个猪身啊；度嗰只牛咧，就要现牛身啊。总要同你现嘅同一个种类啊，咁先能够度到你啊。啊！呢、这个通通叫做妙色身，妙系咩咧？奇妙啊！啊，佢冇一定嘅身啊，啊咁先妙啊！如果有一个定嘅身，就唔妙啦，啊冇咩奇怪了。所以呢个身相同埋前面讲嘅音声都系一样，啊佛以一音声，众生随类解。
呢度咧，佛以一妙色身，众生随类见。啊，讲嘅通通都系《花严经》嘅事事无碍嘅境界。好啦，呢度两手偈赞佛，下边咧系发藏比丘啊发愿。我哋睇第一手偈。愿我得佛正清净声，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好，呢首偈是发愿自己的音声啊同佛。咁我哋有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咁呢度特别提出啦，耳根所对嘅声啊，法藏比丘喺呢度讲话，愿我啊同佛一样咁样得到清净嘅音声啊，我嘅发音啊普及无边嘅法界。讲音声啊，这个是特别啊照顾我们啊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楞严经上面，25位菩萨啊各显圆通啊，都是能够成无上道的。最后文殊菩萨检选圆通啊，就选哪个呢？选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耳根最利最聪明。所以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啊，度众生用的方法就是用音声。要我们听法。释迦牟尼佛一辈子没有写过书啊，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就是说啊，我们现在看的经啊不是释迦牟尼佛写的，是阿难尊者，这个是佛的长随的弟子啊，他记忆力最好啊，将佛所讲的全部记下来，然后呢结集经典啊，留下来的文字。咁佛当年就系只系讲，因为我哋听啊容易开悟啊，所以我哋睇到经里边好多啊，佛讲经讲到半路，佢就开悟啦，啊正果啦，包括呢部经都系一样啊，到最后个个都正果啦，个个都可以往生啊，就系正果啊，啊会上20000人，通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当时他就见到极乐世界，后面第38品里面有特别讲到啊，阿弥陀佛现身啊，大会里面20000人个个见到，他不是假的啊，一个两个见到，其他人见不到，那些未必是啊靠可靠，20000人个个都见到的，这个不可能假的。所以佛啊，在我们这个世界用音声说法，所以这部经呢也是释迦牟尼佛特别为我们讲。如果是释迦牟尼佛去香积国讲经呢，估计这个经文会改成怎样呢？愿我得佛清净味啊，因为香积国的人很喜欢吃东西啊，而且好识食嘢啊！呢啲味道啊，啊可以同味道里边啊学到里边嘅意思啊，听未必听得明，一试一下个味道就明白。佢系六根里边舌根最利啊，我哋咧六根里边耳根最利，睇未必睇得明，听就听得明啦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听经
你翻去读经啊，未必读得明；听经就听得明。耳根最利啊！呢个系文殊菩萨鼓励我哋要咁做。就观世音菩萨点解同我哋众生咁有缘啊？佢耳根最利，同我哋一样嘛。耳根圆通嘛。所以喺我哋呢个世界，佛以音声说法咧，法众比丘呢度咧就讲出话。愿我得佛清净声。咁呢个法愿非常重要。莲池呢个莲宗啊，就是净土宗啊，第十一组啊，散庵大师啊，有一篇啊。劝发菩提心文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我曾经讲过几次第一句话第一段话就讲修行要务立愿居先我们修行能不能够成就最重要是什么发愿这个愿立则众生可度心法则佛道堪成所以你想要度众生你想要成佛道首先要发这个愿发了这个菩提心菩萨愿你才能够学一成佛法大乘佛法咁法藏比丘喺呢度同我哋做呢个榜样佢要发咩愿啊？发成佛嘅大愿愿我得佛清净声意思就系我得到佛咁样嘅境界，咁样嘅能力。这个很重要你不成佛度众生就很难圆满唯有成佛你才能够圆满度众生所以自己觉悟很重要很多人学了佛了很难得慈悲心很重首先发愿去帮助别人但是帮下帮下自己就烦恼重重最明显的是家里家人不学佛了你学了佛之后搏命想度他结果呢度到最后家庭关系都破裂不单止度不到他自己一身烦恼为什么自己未觉悟自己未成就你度不到众生就好像一个人你自己都在睡梦当中你不可能叫醒一个睡梦里面的人一定是你自己醒了你才能够叫那个睡着了的人一定要从梦中醒过来你自己是清醒的那你才能够度到众生所以佛非常重视自觉自度讲话不能自度而能度他者无有是处即不可能所以这个是特别啦对于很有业心的人我们要提醒你真正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发大的这个愿心你首先要自己努力学佛自己真修行自己早成就咁你先能够圆满啦宏法利生嘅愿望。所以成佛之后无论众生有咩病你都能够去医佢。你开个药方就最对治佢个病。你係个高明嘅医生。如果未成佛呢
就变成咧庸医啊，个众生嚟咗啊，佢嚟揾你医病，你又唔知佢咩病，随便就开个药方俾佢，结果害死人啦，啊叫庸医杀人啦，嗯，所以呢个唔得，一定要自己啊先要出嚟啊，所以法藏比丘啊呢度啊为我哋讲明，首先要自觉。能够自觉就能够觉他，所以法音普及无边界就是觉他，这个是到一切众生普及无边界，是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这个广大的虚空法界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到。用什么道呢？这里讲话宣扬精戒定精进门，这个是菩萨六道里面的三个持戒禅定精进，当然包括布施包括这个忍辱，包括智慧，就是用菩萨的六道来教化众生，通达甚深精微妙法，甚深微妙的法就是如来的智慧，就是宇宙的实相真实相，所以法藏比丘啊，他发的愿是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圆满的觉悟他要自己先成佛，然后来教导众生。这个是他 将来成就极乐世界的种子。他有这个种子了，才能够最后结成极乐世界的果。这个发愿非常重要。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多谢大家，阿弥陀佛。大众请起。